总舵主，四嫂，有没有那叛徒的消息？我们已经在皇宫、城中的高官大宅和经常出入的地方，全都布置了眼线，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赵半山的行踪。他该不会躲到皇宫里头去了吧？四嫂放心，就算赵半山躲到皇宫里，我们也要把他抓出来。嗯，他会不会离开京城啊？我看不会。他是清廷大内高手，清廷一定会重用他。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狗贼逃掉。
真的是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什么人也不想见。青铜，哎呀，你的手，我的武功已经废了，我连个平常人都不如。 杀不了狗皇帝，救不了高僧，连个毛贼，我没脸再犯回不，你不要管我，就让我自生自灭吧。 青铜，你别碰我！究竟是谁废了你的武功？是谁？还能有谁？我早晚杀了那个狗皇帝，灭我族人，杀我父兄。 害得我现在生不如死，救妹妹！救妹妹啊！她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，卡斯林为了救你，答应嫁给那个狗皇帝了？这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还不快去救他！ 你怎么忍心把他留在一头老虎身边？你快去救他呀！青铜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他出来的。你还在等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要等到卡斯林受到伤害，你才去找皇帝报仇？到那时就太晚了。我不想卡斯林受到任何伤害，你去救他呀！我求你，你去救他好不好？青铜，你先跟我回去。 你手脚养好了，我们一起去救卡斯林。不行，我已经不行了，不行，我已经不行了。不行，你可以的。我心目中的霍青铜，不能言败。你别说，你别说了，你走啊，走啊。青铜，你去救卡斯林啊！你不要理我。青铜。 儿臣叩见母后，未知母后急召儿臣入宫，有何要事？你到底还要不要做皇帝？母后，红花会逆贼自从信文的被张召仲正法以后，已受重创。你真糊涂！谁要夺你的皇位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 皇叔他们找到了什么？八位亲王对你的身世要进行严密查考，搜集物证，审问证人。庄亲王名为挺皇，实以此为口实，先夺你的军权，需要是夺你的皇位，你懂吗？ 庄亲王他好大胆！他凭什么名正言顺地探查此事？他凭什么要夺儿臣的军权？他大逆不道，朕要立即将他处斩。
皇儿，待本宫告诉你，皇叔他们这么做也有圣旨可原。先帝驾崩之前，曾召本宫及八位亲王到他的卧榻前，听受口谕，与八亲王务必确保青氏道统的权利，便交本宫一道遗诏。先帝说，如国家有变，召八旗亲王会同本宫一起拆开遗诏。先帝洞悉先机，为防你会有背叛青氏的一天，便立下此遗诏，在国家危急时受八旗亲王与八旗军权。现在正是庄亲王的大好时机，利用搜集到的人证物证大造文章，不管你是汉人也好，满人也好，即此遗诏，将你免地。